不想回复电话信息的周末，做什么都不顺，虽然只是偶尔，好像在测，或只是偶尔有点害怕，但却感觉可以去拯救谁。我听到你的呼喊，嘈杂声中的呼喊，什么是更长久的牵绊？我闭上眼睛，再次呼喊。黑暗会像飓风一样袭来，破坏世界，就像风车一样旋转，很脆弱，很自然。想回复电话信息的钟。